今天给大家拍一下吃的沙拉的四个孩子，玲玲、芳芳、健健、圆圆。这四个小家伙之前也是细小，然后抢救了好多天，现在一看多健康，胖乎乎的。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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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活泼啊！现在就是他是最后一个才好的，绩效好的，接过来的时候老瘦，只剩下一把骨头了。现在经过园长的细心的照料，一个胖的跟球似的。小丽们了，快！